在家轻点儿。这家办席怎么连个人都没有呢？人都在后院呢。去把大门打开。就这位老爷子过寿了。就他一人吗？是。这家来头大了。呵，神气。一头。你还神气了？走不走？不走，再到里头蹲八年。这不是二区那王小柱吗？今天刑满，愣说脚上那双鞋跟八年前刚进来是不一样。故意找事儿吧？报告政府，这双鞋不是我的。穿新鞋走新路。你那鞋早烂了。烂了，它也是我的。你走不走？我只是要我的鞋。这双鞋我穿了别扭。哎，你没待够，老子早待够了。找揍是吧？老实点。正好，我在里边都待了12年了，你这大鬼开闸，小鬼挡道，这说什么呢？我错了。你看着，我找找去。找什么？那鞋啊。哎，小子，腾道，闭嘴，一边等着。一共两个人，一个主谋，一个从犯。主谋的所有材料我已经看过了，男，27岁，从小父母离异，跟奶奶一起过。谁让你说这些？我趁这时候，我从头给你讲讲吧。说怎么抓人？你看左边窗口那老头老太太了吧？等会儿咱们人冲上去的时候，右边那楼里头肯定只有一个从犯，这俩老头老太太是主犯的人质。人质？不像吧这个？看热闹吧这是？你琢磨琢磨。这窗口这么小，这老头老太太干嘛非得挤在一起，伸着脑袋往下看热闹？全部听着，孙强带特警上这幢楼，我带人从后面绕上去，注意隐蔽，配合行动。是，走。哎，走啊！崔队，我想，我们家老爷子今年70大寿。你守楼下。我守哪儿？犯罪嫌疑人从哪儿跑，你守哪儿。您是省纪委的王主任吧？哟哟哟，王一开，王一开。你好，方姐让我过来接您的。哎呀，不敢不敢。钱主任呢？方姐已经跟科委的刘主任先回家了。走吧，我帮你拿行李吧。哦，没什么行李。就是这些，哥，我这还没完事儿呢。不是我不闲的，是犯罪分子他不闲着。啊，快完了。人呢？走了。
抓罪犯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不少。这么多年了，啊，我就没看见你升官，也没看见你离宫。科委的刘主任都在楼下车里呢。啊，70年了，爸就这么一回。哎，省里的王主任、科委的刘主任，还市委的谷秘书都来，咱们自己家人不到齐，那说不过去。啊，吴总好。啊，你一定得来，听没有？是啊，我这不是没完事儿呢吗？不丢脸，人家能干呀。这么着吧，我去接小雨吧，好吧？啊，好。那就这么着吧，嗯。这是你的车。啊，我的怎么挡你路了？快送我奶奶去火车站。啊，这是你奶奶呀？少废话，给我钱。那不行，这到时候吐的哪儿都是。快点。要不这样，让你奶奶坐前面，你坐后面。行，来，来，谢谢。快抓！快别动！来，大妈，别怕，我们警察。说。走。就你忙。让老爷子七十大寿。别动！你这有点乱，就被你给动乱的。啊，彪子，大哥让他来接我。今天不爸爸过生日吗？哎，二哥，你来接我得了。开你那警车过来。干嘛呢？又办案呢？哎，开枪没开枪？赶明儿咱俩换个工作得了，让我也开个真枪过过瘾。吴宇，咱们该走了。我不坐你车。二哥，那一会儿见吧啊！崔队，把手机给我呀！你没看见局座来了是吧？来就来呗。你办案现场打电话找骂是吧？你不骂我不就行了吗？你这人。在局里干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不明白？我明白什么呀？功过不相抵，干十件好事不抵一件坏事。我又不想升官，你罩着我不就行了吗？拿着走吧。上哪儿去啊？给老爷子过寿啊！你给我带声好。哟，这事儿可难办了，这没名没分的，我这好怎么带啊？你爱带不带？还不滚！谢谢崔队啊。谢谢政府。以后走正路，别再进来了。是。真轴。报告政府。怎么还在这儿？以后走正路，再也不进来了。什么呀？君子兰给吴老师贺寿的。哎呀，挺能花心思的。那当然，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。刘主任，请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女士啊，谢谢，谢谢。顾秘书，顾秘书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秘书你好，你好，来。来来，谷秘书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刘主任。啊，来，谁是谁？你好，你好，吴总来了。吴总，您好，您好，欢迎欢迎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王燕呢？啊，我让他去机场接王主任去了。那行，你先去照顾一下我爸。哎，好，照顾一下啊。哎，小姐，您贵姓啊？我姓王。是简主任的手下。今天算是吧。
一看呢，就是能干。瞧您说的，接您下飞机，帮您开个车，就算能干啊？哎，能干，那可不仅仅是这个啊，能干就是能干了。郭站长，老子在里边待了12年，没出牢门就栽在你手里边了。喊声爷，喊声爷就给你。喊，哎，不喊，不喊我他妈撕了他！敢，你要撕了他，我宰了你！宰我？就凭你？来，来，我等着呢。来呀，来呀，哎，来呀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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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来来啊，你还给我！快还给我！哎，站住！哎哎，站住！哎，你不要还给我！给我！哎，我都给你了！他妈是你娘们儿，长得挺骚嘛，借哥们玩两天，哥们十几年没碰女人了，哼，跟你拼了！大哥，大哥，他们，啊，哥，哥。拿东西干嘛？想杀我啊？放下！放下！瞧你那熊样，还想杀我？叫人！等你来不来了啦？那我在这里等你啊，还有其他，待会儿还有3个人还要过来的，你待会儿再过来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商场去逛一逛一逛，好不好？好的啊。丽华，那我待会儿再来给你吧。说了吗？我不坐你车。找死啊你！说什么呢你？说你找死。我爸今天做寿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有你这么走路的吗？你做寿，
你奔丧吧你！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疯了，我是彪子。小雨，我这怎么算？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？赔钱就完了？那你想怎么着啊？没完！我告你们去，那人脑袋肯定有毛病。你告去吧。那我的车怎么办？我赔你钱。赔钱就完了。赔你钱，看见没有？您去哪儿？北塘街南槐巷。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特别舒服。省纪委的王主任，王主任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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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这边。哎呦，王主任，你好，你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欢迎您大驾光临。这是给吴老先生的点贺礼，不成敬意啊。真谢谢您了，王燕，哥，给我吧，给我。兰芳一直叨念您了。是啊，是，行行行，我爸也等着您呢。哎呀，好巧，哎呀，就等着您来了。王燕，你这不进去傻站着干什么呢？我这看小雨回来了吗？哼，彪子接他去了，可能马上这就到了吧。嗯，我给你做蛋挞，在厨房橱柜那。又做了？没事，我早上起来的早，就跟你跟小雨人坐了一块儿。行，谢谢了啊，进去吧。啊，我再等会儿小雨吧。他都那么大人了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嗯。喂，喂，我是刀子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挂电话，我坐牢成功了。你让王燕说话。啥？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王燕是我的。谁要是碰王燕，我跟谁玩命。啥？他进城了。八年前就来这儿了。那你跟我说咋行的？啥？电话也行。八年前的电话也行。您快说，不说我跟你。87765426，声大点，没吃饭咋的？87765426，行了行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再说记不住电话号了。欢迎欢迎！哎呦，吴刚啊，你可回来了！芳姐，吴老师和吴雷都在后院呢。哎呦，王主任你好你好！请问先生问你什么？啊，我什么都不想。
常怀巷一号。对。简兰芳在吗？在在，您快里边请吧。你是谁啊？我叫王一号，我他们家保姆。你请进吧。这家人怎么让保姆站门口啊？燕儿，等我呢吧。嗯，走。您是给老爷子过寿的吗？过寿。那您是？简兰芳约我来的。啊，简主任在里边呢，您请吧。过生日这么多人，不知道不知道。哎，说到哪了吧？啊，我们刚都去拿去了，你自个儿拿去。他又抢我前头去了。哎，哎，不能。小雨，小雨，方姐叫你，快快快去，快去。你说我去不去？方姐请的都是那个特重要的人，赶快去啊！听话。我才不去。哎，哎，好，我天天给你做蛋挞。听话，方姐。哎，王燕啊，你到后边去看看去啊。哎，好嘞。像什么话呀，拉拉扯扯的！我什么时候拉拉扯扯的了？我都看见了，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我喜欢他，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别胡说！我就是喜欢他。说什么呢？人还不一定喜欢你呢。来，王主任，王主任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呀就是项目开发的负责人，他叫吴宇。谢谢各位，后生可畏啊！哎，小雨啊，跟他们聊聊啊，这是古秘书。又出毛病了，差一点跟一个司机打起来。我看他那样子，你怎么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啊？他不肯上我的车，犟嘴。小雨这会儿不能出事，知道不知道？我知道，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。我知道了，吴总。走走走，你到外边车上候着去，万一有人要走呢？是。我说东北话是因为我大学是在中国老工业基地东北读的，那块这两年经济发展还挺不错的。哎，咱言归正传，还说刚才那女孩啊，你知道她干啥的不？她主抓咱们全市的财政调拨以及城市建设设计规划。城东那个20多层的大楼你看见没？哪座？就是北田东路那个。那不是你大哥建的吗？就是他批的。哎呀，后生可畏啊！失敬失敬。王主任，王主任，别听我弟弟胡说八道。哎，你们吴家可是卧虎藏龙啊！王小姐在市府哪个部门就职啊？嗨，她是我们家保姆。你也真当真了，跟您开玩笑。吃点水果吧。没大没小的，这是省纪委的王主任。这不就是那个软件项目的事儿吗？您投钱就是了，亏不了。去去去去，玩去。王主任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什么呀你？我是让你来见见世面的。我是一打官司的，认识这些人有什么好处？做律师的认识些人总没坏处吧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让你叫你，快去！你喊他干什么？这是吴家最小的儿子，天才脑袋。哎，你这是想拉郎配吧？你们俩是一个德行，什么德行啊？都烦这种场合啊！你看今天这么多人来给他老爸做寿，他倒好，跟谁欠的似的。方姐啊，你和大哥就是把给老爸做寿当幌子，我看是又搞社交又办自己事儿。什么自己的事儿啊？这不是咱家的事儿吗？来，你们俩先聊着啊，做个自我介绍。哎，你。你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我面子老黄。这好像是我家呀。你家怎么了？
那我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？能杀人放火吗？想来着，想搂保姆就搂保姆。哎，你谁呀？你管得着吗你？你就是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管你。我最讨厌你这种公子哥儿。 说话！你往哪儿靠？你还敢想打我啊？啊！哦，给照片上的小娘们打电话了吧？搞的人，打我一下，知道吗？看他们什么干！滚！走！不是要挂了啊？ 是你们家有水吧？送水的，送啊！找不着你们家路了，真麻烦。啊，我刚出来。不不不，刚进城。北塘街南环巷一号。北塘街南环巷一号怎么走？怎么走？告诉你怎么走。啊！ 呆，老头，前边院子人，你还有闲心在这伺候花花草草啊？有那一院子人呢，还需要我吗？说的也是，有您没您都一个样。是啊，有你大哥和方姐在就行了嘛。 那以后就他们说了算了，爸退休了吗？老同志还挺开明。这个，爸，您这么好的电脑就看看华尔街和恒生指数也太浪费了吧！来，给你弄点高科技。著名经济学家吴天宇教授在妻子大寿日不顾众人的优待。 在内院伺候花花草草了，看看也就贫吧，你就贫吧，哎呀！小雨，蛋挞。哎，怎么那么小啊？你小，你可不是就吃小的吗？你没学过孔让梨是不是你？凭什么呀？嘿，你说凭什么呀？找链子是吧？过来，我教你招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你们两个在一块儿就是斗斗斗，悲怆。 回头我把他娶回家，我成天让他给我做做这么大。想得美，你瞧瞧，啰嗦不啰嗦啊？说什么呢？先让我们想话。这王燕来咱们家一晃都8年了。8年了，嗯，真快呀！啊，要说王燕的能力和资历啊，人家到别人家去，完全可以另谋高就啊。他为什么不走啊？这人都是有感情的。 我看王燕啊，已经是咱们家人喽，是你们的妹妹喽。不是妹妹啊，那是什么呀？你知道？啊，德行！你呀，爸，我们是都把王燕当亲人，可是我大哥一直把人当保姆用。哎，少说，你大哥比你强，起码嘴上有分寸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和王燕少黏黏糊糊的啊。我喜欢他，我又黏黏糊糊。 借口不是？什么借口啊？有的人那才是借口呢。
嘴上说把人当亲人，实际上压根就没想他真成咱家人。你说什么呢？大哥，爸，王主任想跟您聊会儿。哦，知道了，一会儿我就过去。爸，大哥，我得回局里头。去吧。哎，怎么又走啊？忙什么呢？这什么日子呀？哎，他有事儿，就让他去吧。帅哥，又去开枪去？你就贫吧你啊！你看警察当的，真枪都开不上，玩电脑去喽。爸，那我先走了。大哥，前前后后你先照应着，我完事儿早我就回来了啊。早去早回啊。哎，知道了。爸，吴磊，你去把王艳给我叫进来。爸，这外头正忙着呢。不是从酒店请了那么多服务员吗？让他在那干什么？不是我说的，咱们家都快把王艳供起来了，花钱就得使唤。花最小的投资也得生效，这是您从小教育我的。王艳可不是你的生意，在这世界上，除了生意，还有人情，啊。那我给您请过来，快去。燕子，王燕，是我，我是刀子，我回来了，在牢里，我天天想着你呢。哎，燕儿，我是小柱啊。对不起，你，哎，认错人了。你看照片，这是你。我不认识你，麻烦你出去好吗？时间长了不记得也是有的。哎，你还记得八年前我们俩在庙会上谈恋爱吗？我从来没跟你谈过恋爱。哦，你没谈，我谈了，然后咱俩还拍照片了。哎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我，这。灌点水去。这是谁呀？燕儿，你怎么那么燕儿？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家阔气，你嫁人了啊？你是不是嫁了？燕儿，这谁呀？你谁呀你？麻烦你出去好吗？我不认识你。哎，这位先生，先生，啊，你是不是嫁给他了啊？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
谁要是碰你，我就让他活到头。你滚出去！你给我起开！小雨，燕儿，你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放开我！走，你给我走！你给我松开！你给我起开！小雨，走！给我走！放开我！给我走！放开我！给我走！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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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骚娘们儿，你找死！你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你敢打老子？别动！再动我拧断你胳膊！没事。对不起啊，请我们家老爷子呢。没事，哎，大家先过去啊，一会儿就来。好，谢谢啊。爸，你先过去支应着去啊，别让这事扫了大家的兴。小雨，陪爸赶快去。王艳，还有你，快走。你们谁呀、啊？吃了豹子胆了，跑这儿找死来！啊！你们哪儿来的？滚！滚！赶快出去！太不像话了！哎呀，你活到头了！吴老先生，哎呀，哎呀，老，恭喜恭喜啊！哎呀，您大寿啊！哎，还记不记得我呀？西南大学博弈理论学，我听过您老的课了。吴老，寿比南山，寿比南山呐！来，吴老，恭喜！喂。喂，吴刚，你赶快回来吧，家里出事儿了。啊！给小兔崽子！给小雨！给啊啊！弄死你！啊！啊！大哥，我来。
不尽的雨水，拭不尽的眼泪，我尽量学会让自己不再崩溃。爱来了又退，心慢慢憔悴，只有雨在为我拭泪。流不尽的雨水，拭不尽的眼泪，我尽量学会让自己不再崩溃。也无法放飞，我不能后退，我不能挽回，我不能再一次为你伤悲。一旦我的世界被你无情摧毁，多的泪水也无法赎罪。爱不是可以体会，爱不是可以判决，是幸福的罪。我不能拒绝，我不能后悔，我不能再一次为你崩溃。一旦我的世界被你轻轻一推，再多的泪水也无法